真的是很挂机耶，这个手游。哦，现在是天神是死等是不是？啊，也太强制引导了吧！今天干脆就讲天神台啊，这么酷。我们就讲天神打 CS 等了。那是哎，今天干脆讲这个好了，秀这么大。我们今天就跟你们分享这个系统哦，因为挑战下一层啊。我觉得这个还蛮帅的，其实。看你可以挂第几关。很有趣的啊。那主线可以继续弄了。诶，我好像有挂机奖诶。扫荡是什么意思？哇塞！哇塞哇塞哇塞！我都忘记要扫荡了啦！你到底在干嘛？哎呀！你话说怎么会出这么一款这么轻松耐玩的手机游戏？你的音乐又没有关掉。还是本来就是比较小声。哎，等呢。拜拜。剩下体力都可以拿去弄一弄了啊。哎，啊，我怎么这么多那个？都忘记要进攻了。你看，扫荡一半怎么被踢回来？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哦，扫荡我又升一大堆等级耶，现在是怎样啊？